帮女邻居修个床，她家是又没锤子又没钉子，只能出去现埋，真是服了。哎，哪儿不对劲？你的座位被挑过了，你说是哪个女人？不是，你气怎么这么足啊？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。什么跟什么呀？你可真老实。我谢谢你啊。哎，你干嘛？给我系安全带啊，老掉牙的套路。用了，全碰硬了。我只是想给他调下座椅。嘿嘿，被我说中了吧，老掉牙。那你要是不愿意调的话，那你就自己在那儿窝着坐吧。那我们走吧。啊？哼。3 hours later。哎呦，我的腿，我的腰。那怎么了？都怪你不给我调座椅靠背的，伤到了。你不嫌我套路？不管，你得赔偿我。你说吧，怎么赔？他不怀好意的打量我，指定没好事。来呀！啊，来什么？过来呀，赔偿我。赔偿什么？就罚你过来给我捏捏腿。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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